但门口空荡荡，这个地点传出有一对男女带小朋友入住，疑似有虐童事件。说虐童啊，不知道哟。员工对于虐童事件都不清楚，也很讶异，说这对男女带小朋友入住将近两个月的时间。今年五月，妈妈带年仅两岁半的儿子到云林找许姓男友一同入住汽车旅馆，直到七月十一号，妈妈带儿子回屏东，外婆却发现孙子走路软脚，无法翻身，活动力下降，身上还有多处淤伤，赶紧带往医院就医，一验伤发现男童脸颊有牙齿咬痕，眼睛眼角膜出血，大腿小腿也疑似遭烟蒂烫伤。身体多处掐痕淤伤，同居男友跟岸母大概就是轻描淡写认为说，那个是自己摔伤或是怎么样。但是从这个医院提供的这些讯息来讲的话，同仁研判这个案情，他的受伤机转并不单纯。高雄的医院第一时间赶紧通报云林的社会处，社会处派人了解，发现男童的伤不单纯，立刻通报云林地检署。这被告二人涉犯伤害以及妨害幼童发育等罪行重大，有串证及反复实施之余，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。检察官对涉嫌施虐的26岁柯姓女子，也就是孩子的妈妈，以及31岁许姓男子具体到案，讯后申请羁押获准。华视新闻林佳颖、谢贤宗、吴坚宏、云林报道。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